哎，怎么涂不上啊？没有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呀？我还约好和我那几个闺蜜出去逛街呢。哎呀，一点血色都没有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小花，小花，小花，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。哎呀妈，口红没了，你再买一个不就行了？对呀。哎呀妈，等一下还要挑挑衣服呢，还要刷刷鞋鞋呢，你去给我买吧。嗯，那行吧，你给我们钱吧。哎，行，那花人还要给跑腿费。对，跑腿费，那行吧，跑快一点啊，快。行，走走走。哎呀，鞋子鞋子。没有想到啊，口红这么便宜。对呀、买了两个还剩下这么多钱买零食呢。哎，对呀、谢谢你啊小花，请我们吃零食。平时我都不舍得买这个薯片，因为有点贵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我妈该等你了，走，回家走。哎呀，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就差个口红了。妈，阿仁、小花，给你。妈，那你涂吧，我们去吃零食看电视去了。去吧去吧。这口红怎么不上色呀？我再试这个。哎，怎么是甜的呀？小花，小花，怎么了？我让你买口红，你买的怎么是口红糖啊？口红糖，怪不得这么便宜。好啊，是不是买零食了都？妈，剩下的钱就买了一丢丢零食。对，对，花姐，我都没吃饱。我也没吃饱。一丢丢。那钱呢？钱呢？哎，妈，我鞋出门了。